我们这个内容物要换一下，是，懂吗？处罚了，处罚了。激励大家的一种饮料呢，我们从原来的这个苦茶，太凉了，太凉了，对，太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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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录完，如果蜂蜜没有赶到的话，那就不要怪我们了。这个是还是还好，有没有这样吃啊？会不会各位换成丝木鱼汤啊？是。好，来了，今天宣传了很多哈，来哦。两组人啊，我们华视的是不是？华视的小厨当家的亮哲武，欢迎。非常有意义的节目啊，会做菜吗？小朋友的，为什么带旗子来？ 很可爱耶！其实就是我们两个，我们这个形态是分成两队，对，两队，绿队跟黄队各自有旗子，在那边插旗。什么时候要播出啊？1月16。每个礼拜天的晚上6点在华视。所以这个料理节目是冲着另外一个型男的节目。对对对，我就不想，我本人，是吗？这样吗？等一下，等一下，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节目不一样啊！ 好，欢迎了哈！小厨当家，谢谢。好了，回来，奶奶的有宣传了啊，宣传来来来。大家好，我们来宣传我们的电影《人生按个赞》。哎呦，贺岁片啊，什么？按个赞，按个赞，总哥。我们干什么了？干啊？不管人生多么烂，对不对？ 就是要帮自己一个赞，哦，谁呀？会有瓜哥跟冰冰姐领军，然后里面还有那个雷侯、雷霸跟秀慧。那我们什么时候上映？哎，我们2月5号上映，然后希望就是新春大年，大年呢，哇塞，贺岁片，小小年夜了，小小年夜，我有客串了，我有客串了啊，是啊，嗯，大家看电影就知道了，你有客串，有也是穿这么庄严吗？ 庄严，更庄严，对，天天宣传，哇，天天宣传，更庄严，更庄严，天天我演那个天上的神呐，对，不在这地上的人，天上的神，然后呢就碰到这个孙翠凤，她是演这个妈祖啊，妈祖，对，哦，两边功力这样子，真的，过来邪不胜正啊，你一定是演邪的嘛，不要乱讲，答对了，2月5号，赞，好，谢谢，谢谢，来，奶奶队先攻。 一字排开，哎呦，我们在不担心的，这样，我就不知道怎么。棒哎，我们不用比，他都会猜了。好，这边请选出三张不要的提示。对，三张不要的。请选。一，好好抽呀，好。好好抽的。希望不要抽到阿健老师题。阿健老师上一集完全在休息。不要的提示，第一张是。 啊，哪里看得到？没有用，没有用，这还好，这还好，没有用，对不对？这没有用。好，第二张不要的提示，没有用的，主持人没有用，还好，这个好乱提示，对不对？第几棒在赢？哦，哎呦，这不用了，哦，不需要啊，这个演一次就一次猜出来了。嗯，对。No， 哇！好，准备，请抽签。莫，红绿黄蓝，莫，哇！紧张，紧张吗？莫，莫，莫害怕，莫等待，莫依赖，莫是有。哇！那么，哇！太难了吧？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哇！哇！黑莫，黑莫，那个过年那个磨年糕，磨年糕。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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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有哪四个？莫娜，还没分好啊！快点，快点，快点！
推拿会吗？好，中国好声音，请转身。好，大声啊！完了，好，来，四个字，第一题，你是我的眼，第一题 ，Ready， 好 ，Go， 毛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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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笔
磨是磨磨嘛，磨磨，然后第二个是磨，然后他是拿，一直拿，他一直拿着拿，磨拿，磨拿，磨推这个方向啊，推拿，知道吧？推拿，按摩，磨铁，磨，按按摩，按两个磨，他最后两个磨，磨磨，丸子嘛，丸子，磨铁，磨铁，磨丸子啊，磨，那个骨贝彤彤在摔，磨磨摔摔倒东西。有，答案是糖。有，高哥知道啊，被捧。高哥，高哥到喜欢这样，答案不知道。高哥一看到四个字就知道了，做效果，做效果。磨什么？咬舌头。双磨，蟹磨。看第三个磨，会不会是吃卤蛋？丸子，因为它有。蛮有创意的，叫装可爱。装可爱，所以答案这个通常是比较 A 的动作，装模作样，装模作样，对不对？答案是，因为一直说强调模嘛，答案是模，然后好喷，没有答案，可惜呀，是啊，他就呼之欲出了，是啊，没关系，我等一下也会这样干，啊，磨铁卤蛋嘛，磨，来，磨拿嘛，来，磨，选一个提示。选一个提示哦，要不然你不知道我们的新饮料长什么样子啊？三号好了，三号，对，中间。哎呦，哦，这厉害了。这有没有加热啊？加热没有，你还要喝温的、啊。热热喝快快好。因为姜一般喝姜都热的，热的，对不对？热姜，但是喝了以后会热。你要不要加一点豆花？豆花，我们现在是惩罚，不是让你享受，没有再加热。加点，至少要撞奶。他早上七点烧的时候还是热的，没有姜是撞奶。哎呦，哎，石木鱼汤，真的很像石木鱼汤哎，冷掉的石木鱼汤，石木鱼还在路上，听起来好恶心哦，有腥味你知道吗？为什么？姜汁？哎呦，姜汁为什么会有？哎，姜汁怎么不会大肠呢？姜汁大肠吗？姜汁，哦，姜汁啊，感觉好难，感觉好难哦。哎呦，帅哥加油！啊，好像很难喝。有人说像鲜金啊，喝完我会帮你按个赞，哎，好。恭喜恭喜 ，OK， 也是按个赞。为什么是比这里、啊？你按赞按这边干什么？按这里为什么？抽到的提示是提示阿健。哇！哎呦哦，哎呦，这个很重要。阿健有活干了。王牌王牌，来听两次，第一次请听。王牌王牌，我听出来了，莫名其妙了，不是莫名其妙，我听出来，莫嘛磨磨，来再一次，来第二次，请听，莫名其妙，哎呦，哎，你还可以哦，好，三十秒，请讨论，等一下，看一下，我觉得第三个是，一定是骨。骨是不是？原来他讲没有答案，骨头的骨，哦，因为骨的，骨了，对，磨骨吧，磨骨，按，磨拿骨，关系摸，关系摸，缺骨，磨骨，缺骨，破掉吧，磨拿骨，磨缺骨，磨拿骨摔，磨拿骨棒，骨，不要拿那个，磨拿骨棒，对啊，不要拿那个骨棒。木拿另外一个，对不对？啦，哦，拿骨棒，对了，哎，答案，对，时间到，这个完全没有头绪。老师有没有答案？莫拿骨棒，莫拿骨棒，莫拿骨棒。莫拿，等等，答案是不是这样？是棒还是摔吧？对，接近了。啊，所以答案是莫拿骨棒。
很会，每次都这样，跳太远了嘛，怎么会变这样子呢？我猜啦，蒙难度，因为他在磨墨嘛，磨嘛，然后阿喜一直在拿东西嘛，对啊，抓，然后他含了一颗，因为我已经完成什么，因为他肿就是肿啊，对，没有啊，卤蛋含在嘴巴，卤蛋，然后那个他在倒东西嘛，磨抓骨，哎呦，所以就是莫拿骨棒，莫抓，莫纳卤道，喂，莫纳卤道，恭喜。莫拿毒棒，莫拿多喝一杯，莫拿卤豆，莫拿卤豆。卤豆怎么会灵光一闪呢？这太厉害了！因为他们表演得很好啊。对，真的。好，第一个来。好在哪？就是他，啊、他有强调。莫，那是莫，那是莫。不是啦。他有强调了，他有做两次、啊。在那个写毛笔的时候，会有一些。你快转不过来了，来。他那个墨是可以猜出来了。对，我。哎呀！好，来第二题，请换人，来，来来来来来来。阿喜，很厉害，莫拿卤道很简单、啊，不要再点头了。等一下哈，等我转，请收听来准备，来《中国好声音》啊，给透彤说好了，透彤，耳朵都可以，我喜欢。好，他们两个，Yellow 来，对 ，Yellow，Miss Wallian 第二题 ，Ready，Go。甩外单弓，外单弓，跳跳跳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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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不远，远，远，拔，这什么东西啊？摇摇摇摇摇，好变态啊！什么东西啊？那个推呀推呀，切切，分分，这是什么水果？切水果，分，花分两边，分，远搓分，变。拉变拉变拉变赛拉心，我爱你爱你爱你王心凌，爱你爱你王心凌王心凌是吧？下段超爆笑内容你怎么能错过？为什么你的僵尸跟我们家的不一样？啊，你够赞，待会有机会，待会有机会。不要生气。我想说你还要弄他们？没的，我怎么弄？天才抽抽送好礼喽！只要上脸书官方粉丝团参加活动，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详情请上天才抽抽脸书粉丝团。天才抽抽抽。远雄健正中最远，远距离恋爱，远距离恋爱，哎呦，这么多，远距离恋爱五个字，三十秒的计时，梨好难哦，梨子，好难梨，对，啊，梨子烫的梨，梨子烫，还是梨子，还是梨子夹，爱恨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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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哪一个？爱，谁休息？谁休息？我休息，我休息。好，大家都那个我休息。讲话，不要点，不要点头，不要点点。来准备，哇塞，第二题。五个字 ，Miss Wallian 第二题 ，Ready，Go， 甩外单弓，外单弓，跳跳跳跳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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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不远，远，远，拔，这什么东西啊？摇摇摇摇，摇，变态啊！什么东西啊？那个推呀推呀，贴贴，粉粉。分是什么水果？水果分，花分两边分，远搓分，变拉变拉变拉变赛拉心，我爱你爱你爱你王心凌，爱你爱你王心凌。那是王心凌，要布鲁斯签一下。来，三十秒投了计时。他摸一下胸部是怎么？那个第二个是演过电影吗？他刚刚在干嘛？演什么东西啊？刷卡。远。远。拖。摇。拖。那个叫什么？猴子太欢迎。你不要想你们。他不知道。远。第一个是跳远的远。
远什么笑？分远山还笑？远什么分笑？分分分线？分线吗？不要表情，任何表情都不要有哦。分线，远亲不如近邻。远亲不如近六个字。远远远远的远山还笑？分答案是。远距离恋爱，远距离恋爱，有厉害啦，项链嘛，远距那个距，画冰的，这怎么是错？画冰恋爱，距应该最距这样，距这样子不叫距东西了吗？他一直这样哎，是这样哎，不是是这样，他刚刚他想到是美国教父的那一种啊，我刚才猜那个分还是什么？哎，离恋。哎哎这里不来了好贱不来你出来了你在干什么他就出来了好猥亵啊口血流出来了那个可不可以叫第二个再演一下他刚才那个等一下会再演一遍的先把答案讲出来答案是什么远距离恋爱因为五个字真的比较简单线索很多越多 pass 哎呀答案就是远距恋爱。刚才你说第几棒？再演一遍。第二棒。第二棒。第二棒才。我演一遍。第二棒再演一遍，预备。开始。他刚刚这样演吗？刚刚不是啊。屁啊！哈哈哈哈哈！哎，他演哦，臀部还会动啊。我很少聚过东西啊，很少聚东西，为什么手不动，臀部在动啊？聚东西是手在动啊，为什么是用腰力啊？干扰，为什么用腰在聚东西？还好他手有合在一起啊，如果分开就难看了。好烂，好烂哦！布鲁斯初恋。他说那是恋吗？你干什么？剪头，爱心，是不是？还要剪头？那这边是恋，是恋。没有，你干什么东西？我平时抽项链的时候，手都会不小心会抖。他拉到链的线，拉到后面。这一题不靠提示得了两分，恭喜得三分，耶耶！双手交换。加油加油加油！不要笑。就直接是三分了哈，对，稳赢不会输，看他们有输多难看。来抽三个不要了，好好抽啊，把这真正不要重要，拜托，无所谓啦，现在不是抽掉不抽，是他们领悟力强不强。看看第一个，全部留下来，我们也不一定会哪里看得到，这个不太重要，真的不太重要，他绝对不会提示。队友帮我演，这个还帮忙。队友帮我演，那你们都还不错，因为队友不见得会演。所以你们先抽到主持人。来，两位，姜汁喝到饱，耳机戴好。好，那个戴好，好，向后转。来，抽签。抽抽。谁抽？谁抽？我来，我来。来来来来，大舌头哥。喜气洋洋。这两个都是你们先后题而已。对啦，来过来，反正呢。人生。人生按个赞，人生按个赞，黄马灯，人生地不熟，三十秒讨论开始。人就人马，不行哎，人马人不能比人，不能比哦，不能比哦。生小孩，生小孩，快递可以吗？快递，送快递，快递可以吗？地都他不就是送给谁呀？对，送快递又地，送给谁呀？天理我地都地呀。不能，就这样子。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不可以，不能，不能要演，还不行，一直这样挥手啊。不，这样子啊？没有表情，害怕，那是害怕。走。快知道来看，来到谁演？各位快，谁不演？谁不演？你们六个人谁没有演？他没演。好他没演。对对对，直接叫我直接他没演。来，我这个不准点头摇头，我要我狠狠的处罚。来，揍你！你是我的眼神。开始。不要犹豫了，陈哥，尿急尿急急急急！哇，哦，假尿认尿认尿认认。演太像了啦！真刘，演太像。哎呦哎呦，自己屌钱钱
海，捡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碳碳海。啊！捡捡海。捡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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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走走，哎，手牵手，手牵手，牵手，遛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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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向右转，忍，向右转，来，三十秒开始，忍，算了啦，你们会不会渴啊？要不要喝饮料？憋尿，憋，憋尿，憋，很难的，第二个是什么？喝到饱，第二个是尿，尿，尿，流产，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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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憋尿，流，没有，憋尿，憋掉，什么？忍掉。干什么？流，海，该有不会啊！海，第三个是剪，你们刚有是剪是剪是要剪是剪了牛郎织女，答案忍忍忍织织织织，来，发言了，红衣巾，来，马喝一杯，什么东西啊？时间到，随便讲一个，来来。人生憋流剪车签，时间到，怎么来？憋流剪车签，人生。刚才说从头套带送了，来再来一个，来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四号三打老虎，四号是吧？四号 ，Number， 来豆总，来养生养生，谁喝？做厨房的对姜汁不会过敏哈。哦，五。以为要干了哦哦，为什么你的姜汁跟我们家的不一样啊？我喝完了。你先喝一杯嘛，待会下一杯再给他喝就好。对，有事哈，有道理啊。对。啊。啊！啊，我好辣哦。别怕，还有好几杯嘞。看看哦。还有好几杯。不要怕。主持人一字提示。哎呀。哇，这个好好好。告诉你。你想要第几个字？我觉得第三个，就是表演最差的哪一个字看不出来。你刚刚说你第几个字看不懂？对啊，哪一个字？其实蛮多字都看不懂。要哪一个字？不要讲你看不懂，很多演完我们彼此还在问说你。对。彼此都在问说你刚演。你们是不是演同一个题目啊？哎，怎么样？三了。第三个字。第三个字。董哥比较 free 一点，所以看不太懂。那我们就不能听他的意见。来，第二个。啊！妈，给我呀！给你，他说我要告诉他。不是要给他们写吗？第二个字是生。哎呦！没有。来，三十秒开始。那个是生哦，看不出来。哎呦！这是明显的。哎呦！哎呦！哎呦！憋死了呀！憋生啊！憋生尿是尿急。急急生有没有？憋生老太太。憋生是牙生。嗯。牙生。急中生智，生我才必有用。有有有。生啊，生不逢生不逢时啊，生啊，讲一生不逢，那不对啊，生不逢时对不对？啊，不对不对，逢逢生逢生啊，人生地不熟，安什么东西？人生地不熟，人生地不熟，人是来来来，你确定？那为什么？哇，你这边尿啊！忍啊，忍啊，憋憋手啊！他那个是地板啊？确定吗？对，第五个字是签呢。没有，他有一直地，两边他有地，又有踩又有剪。最后一个问深度，怎么写啊？你看，总之又是剪的谐音。因为我刚刚就谐音，一直踩。对啊，你看，人生地不熟，而且是五个字，剪踩，剪踩，剪踩，对吧？急，你抖，还在提示，还在剪，没有没有，还在，没有没有，哪个哪个过去，哪个没关系啊，他表演的跟我们猜是无关。来，答案是人生地不熟，副手太重了，给你机会，你还讲还这样子，我相信我的队友，人神共愤，给你机会，你还不改，他有可能有比这更好的答案，真的，才因为我们也想不到别的，对，没有五个字的，这你们突然会哈，人生地不熟，恭喜，哎，打开了，等什么？哦，我不过想说你，你还要弄他们？没的，我怎么弄？没有，没有，没有在弄他们。台的还是什么？不是刚刚有说你想要哪个弄？没有，答案就是人生。耶！不要这样，你们乱弄，太棒太棒太棒！来亲一下，亲一下，亲一下。哎，这么舒服，来换位置，很棒。
来，换熊四，我来，你们两个来。哎呦，来，哦，好，换徐梦泽，你先猜，我猜，你猜一个，超董，董哥猜了，董哥猜了。哦，有他们两个太好了，对，董哥在，喝两杯，喝两杯，来。两位戴耳机，向后转。董哥领悟力很高的，你忍得很忍忍。来，来要选哪一个？你就哪一个就对。我这是不是心理？职业职场性骚扰。职业职业灾害。职业。好，来，三十秒。谁演？谁现在是谁演？来，先讨论。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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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呢？可以这样吗？我可以职就职啊。不，只会觉得有点像两，这像两，还是不站直这样？不呢？不，会觉得是立正，变立正。不不，太难了吧？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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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是这。我觉得你们猜得到吗？不是男的。不要给我出声音，知道吗？女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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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严禁点头摇头叫四个字，叫啊啊！四个字，哇，叫！来准备，你是我的眼 ，Ready Go！ 不准摇头点头。你正，你正，当兵，军人，军人，军人，你嘛，正人吧，阿管，阿管，打麻将，摸牌，胡了，快了，快了，掉了，掉了，什么？先过了，先过了，一个时间到就是啊。装可爱，装可爱，装可爱，装可爱。在表演之前就提示你不要叫，转过去。来，三十秒开始。对呀。为什么军人力量还要摸牌呢？还要摸牌呢？还要摸牌？是说还是放炮？放哦，炮。然后从军人自摸炮，炮兵。好，哎，哎呀，哦，好厉害！我跟你讲，军人放炮就是放兵。哇哦，炮，所以第一个是炮。炮，他这个夜夜夜，对，一直夜撞炮。炮，炮，一开始只是单双，对啊，后面就开始变炮。照相，照相，对，嘻哈，到底为什么？嘻哈，照相。还有表演嘻哈的走势，骂人啊，这是嘻哈，对，去炮。然后嘻哈吸铺路，靠吸铺路铺路，答案是铺路，这个是 sexy 的性感，他靠哈，五四三二，自拍那个很明显，炮法军炮打如炮打炮打炮打鸳鸯鸳鸯哎，炮打，等一个。那个第二杯，第二杯，一个都没中。要打苹果，苹果西打。行。好，先让你们直播，干不接干不说。真的吗？行。跟尿一样。不是，真的。平常姜茶很好喝，这个真的好。对呀，奇怪。为什么你们姜茶会有一个臭味？你姜是在哪家店买的？放太久。哦，好 man 哦。哇塞。哦，而且喝完之后嘴巴好辣。我体贴老前辈啊，不够噻，待会有第二，待会有第二。你不要笑。怎么这是姜汁啊？不像哎，不像，再来一杯嘛。嗯，对，好像是越喝越像。看好，我们的提示是注音提示。哦，那很好啊，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对，站好，不要调，不要来。提示哦，滋滋一一。啵啵呢啵呢，滋一啵呢，三十秒。啵呢啵呢是什么？啵呢是赞赞到哺乳，哺乳啊，哺乳啊，抓到哺乳了，抓到哺乳，赞对赞哦赞，姿势赞一秒，赞一秒啊，很好猜哎啊，对，姿势是姿势啊，姿势越有劲，反正对对对对是赞，应该是战战士战士。战分了，后面分了战什么啊？战哎，还有三秒。你以后应该是父，对，应该是他其实是分嘛，父乳嘛，父乳父乳哦，然后了，对，了是也是。时间到，我知道了，答案是占为己有啊。分呢？
没关系，再选一个，再选一个。不能。四一。不不是呢。再选一杯，再选一杯。来一杯，来一杯，几号？加油，几号？你挑，你挑，你挑，你挑。我就一号，一号，一杯。十一。来。哎呀，可惜了。十一。来，乐总。加油。哎，范伟在演。反正赚点姜汁喝嘛。嗯。哎呦。哦，等一下，这杯好喝吗？这杯比较好喝一点，比较好喝的。抽烟，抽烟，那又喷了。有加蜂蜜。喝酒了就习惯了，习惯。喝公杯的，公杯。哎呦。来哦，现在提示是。位置换位。换位置再演一次。错。换位来一次。来，换。怎么样换？快点。你是我一个人。Ready。完全不一样，这是新的题目，新的题目。好，什么？新的题目。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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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烂哦，好难哦，他一直强调胸部啊，三十秒开始，努啊，第一个是站，是努啊，还不知道啊，立正，立正，左，第二个应该是夜，因为他刚刚一直夜嘛，前面李雄演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夜，然后第二个陈伟演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夜，真的够，他那个撕那个衣服是什么意思？对啊，但是为什么撕？失业？为什么失业？失业，失业，非常好。第三个字应该是赞。第二个是应该业，然后富，就是业字富。业财。哎，是不对，那字数不对啊。那最后一个是呢？呢开头的是什么？牛。牛。牛，那乳牛你看到没有？牛，乳牛，对啊，强调它的胸部啊，乳啊，乳牛，乳呢啊才是乳牛，牛还是牛？啊，那牛奶牛，还有牛吗？自然就是奶。答案是搔首弄姿，扭腰摆臀。啊，来，拍。哎呀，其实节目已经够长了啦，我是出来两个字。好脏啊！四个字出来两个，两个字啊！好好，那两个字选一个，选一个好吗？选一个好吗？就站跟那个，还有一跟二，我们还有得选呢。我以为已经喝到最后了。好，第二，真的要喝，随便了。我们一次喝两杯好了，好不好？两个提示都来，我们干脆一人一杯就把它干了。哎呦，这个很好，今天节目够长了吧？不够长，好长，要全部喝完太长，太长对。再喝一杯可以少录一个单元。好，你要第几棒再演一次？你要第几棒？好，其实加油，已经有两个字出来了。对，啊，副业副，不是因为归，这么烂，这几个只有亮哲他是比较第几棒，比较善于表演的第几棒。那就我们是一跟四不知道嘛，但是一我们很清楚，他就是站着，对，然后一个，所以呢，撕，你要最后一棒，那最后一棒，最后一棒，还有英英哦，来准备，来，不能声音，他在想一个，不能，他在忍耐，他会出声音，来，你是我的眼 ，ready， 虎妹又来了，又来又舞蹈了，你看，虎妹，哎，敬礼，啊，变姐第一个，可以，不要敬礼。哦你看虎妹啊，哦，虎妹装，对，不要生气，也太好，这个太难了啦，是，她也是女生，是军人，是虎妹，她不是军人，女兵，你知道吗？她不是军人是什么？女兵啊，女兵啊，啊，女将啊，女军官，女军官，女军官叫什么？巾帼英雄，不是军人，他本来是这样子嘛，对，然后他不对，对啊，然后女生当兵的代表当谁啊？代表的是谁啊？哦，花木兰啊，难，哇塞，难呢，难，太早，难了，那么难，难了，花木兰，为什么是难？
哎，再喝一杯了，拜托。他们灵感还差一点点，再喝一杯。我问，好不好？还没到，我问他们，我问他们。给你喝了。时间还没有到啊，时间还没有到，还没到吗？还不够长啊。也不是，也不是知易行难，对不对？关，只是他就这样子说。为什么是难？不什么难？答案是。怎么会？那加点两杯了吧，把刚刚抽掉三个，为什么不看第一个字？答案是赞赞不蓝，赞不蓝，真的好烂！我怎么喝？没关系，慢慢喝，让你们想，慢慢喝，有时间想。也可以，不是我们的以后怎么？我讲，不要喝了，以后怎么再喝了？我现在这样拖时间。题目的内容，我呀，哎，等下我现在是第一次全部提示用，对，第一次他是故意的，故意的，注意听哦，好好，他提示很简单，他是一种职业，好，好不好？哎，不对啊，他哪是职业？他提示的很好啊，对啊，他不是职业啊，那你告诉我，你要告诉我怎么提示？他是这个什么？职业妇女。职业妇女，好，我刚才再给你一个提示，她是个妇女。职业，哎，哦对，想到了，原来她名正直的，她一直是直的，所以芝麻，对，业嘛，职业，妇嘛，妇乳啊，刚刚讲妇，业跟妇这两个字早就出来了，对，你应该知道第一个字是她最后一个字干什么。第一个字出来就好，叶父。他们一直觉得第一个字是叶父，叶父在就在。对，他是最大的疑虑，要看第一个字，不要看后面叶。好，来，正确答案就是职业妇女，是吧？太惨了，太惨了，好惨哦。太好了，辛苦，累是不是累了？哇塞，累。好，我们总比数是3-2，所以恭喜拿到的分。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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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冲冲！